一开始是自弹自唱，然后后来三妹一直出来，前面都没有交集，后来我想一下，就是像光良哥刚刚说，就是要表达的 emo 的心情这样，所以还是各自去诠释自己的故事这样，一层一层一层堆叠，然后到最后他们就是两个分开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力量就是累积到那边，再迸发出一个震撼的感觉。所以每次我一个人在弹钢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跟音乐讲话，所以我创作都是先创作有旋律，我没有任何的歌词，可是我很多心情或者一些情绪把它化成一个旋律。写到最后的时候，毕竟我们两个人一起合唱，我们就开始最后一段，就是两个人一起互动。哇，好美耶！对，原本都很喜欢这首歌，今天也听到，我觉得这个版本好棒，好像两个王子一样，然后一个拉小提琴，一个弹钢琴。你们在对唱和唱的时候，又有一种是像光良哥就跟你拉说：“啊，漂亮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要这样子那种感觉。”你看到了更多的故事，对。好，那么佩妮和佩玲呢？我本身没有说的。就是，但是我可以知道那个画面，我从来没有无往说，就是你们两个在唱情歌，然后到我就觉得是一曲一首男人的歌，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很有魔力的地方，他可以你知道吗？让你到了另外一个时空，然后你在平行时空或电影维度什么的都会好有可能。对，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就爱上我，他是唱什么的？对，因为是在的，因为是在的是歌曲。中间这两个人格，然后中间有一个重叠的地方，这个重叠的地方就好迷人嘛，就是光良跟王子在台上叙述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又可以把人吸进去，去聆听他们的故事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吸引人。很有魅力的一个角色，然后看到光良就哇，好了好了，小提琴也不错啦，那也不错。刚刚有一直喊啊，王子王子，真的真的真的，那就在谈恋爱唱一个走话。有一幕就是他们两个向前来，然后光良哥就有对尤爱雅就点点头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温馨很感动。我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成年人，就是可能已经有历练的人，然后在对着一个年轻时候迷茫的自己告诉他，光良哥没事，你快来过来。I feel very much like that. 我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，还是更想吃。所以今天看电影，我就想一下，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妈妈就啊，常常想我在旁边跟她骂这样子，所以真的感觉像小时候很温馨的感觉，好吗？妈，我好想你。